取法自然，中华医药。他是包氏父子里善良的老包，他是神秘的大佛里勇敢的海能法师。几十年表演，他在银幕上塑造精彩。82岁高龄，他在生活中养生有道。中华医药马上播出管宗祥，好身体搓出来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。观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中华医药，洪涛在北京问候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。重视健康的人们啊，大多都是各有各的高招。有的人啊喜欢跳舞，喜欢扭秧歌，跳国标，他们说啊，这健康身体啊是跳出来的。有的人呢喜欢打拳，打太极拳，打八段锦，功夫扇，他们说啊，这健康身体啊是练出来的。有的人啊则喜欢研究各类养生美食，他们说健康身体是吃出来的。而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的这位，他却说健康的身体在我这儿啊也是一个字儿，是搓出来的。照片上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就是今天健康故事的主人公，影视演员管宗祥。听名字可能您会觉得陌生，但要说起他曾经演过的电影，您肯定会觉得亲切。电影《智取华山》里他演参谋长，包氏父子里他演老包，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影《神秘的大佛》里，他扮演的海能法师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双眼可挂，佛才难得，要想知道佛才的秘密，除非一同见阎王。演了几十年电影的管宗祥现在已经82岁了，别看老爷子头发白了，戏也拍得少了，但身体却是相当的硬朗。这就像吧，那要说老头，你看看80多了，腰板还不是挺，谁都羡慕他。我随着他走路，有的时候经常说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，我都这样说他。背身一看苗条淑女的样子，白白的头发飘着。而更让人称奇的是，管宗祥现在不仅外表看起来结实硬朗，就连老年人常见的一些疾病他都没有。血压很正常，心脏也没有，就说我供血不足。应该说一句俗话叫心肝肺没有。这说对不对呀？没毛病，应该这么说，没心没肺，人家说我们。当时他就说，我告诉你，我身体为什么好，就是因为我有一做自己的保健。听朋友说，管宗祥的身体好是因为他保健有方，那么这方法究竟是什么呢？30年治百百病，我所有这个病都治了，我这一弄下这个，连前列腺都治了。前列腺就这一块，你小孩不懂这个，对，老人都要撒尿的，对不对？老年5岁都前列腺很困难的，动手术的，到这了以后连那个一块都治了。82岁的管宗祥不仅身体硬朗，腿脚利索，而且什么高血压、心脏病等等这样一些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啊，他都没有。朋友们啊都知道，说他有一套延年益寿的保健方法，而管宗祥自己说啊，说这套方法居然连前列腺疾病都能给治了。我们还真是有点不信哈，不过这倒是勾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，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保健方法能有这么多的作用呢？哎，没想到啊，这管老爷子还卖起了关子，他没说。他说要学我这套保健方法呀，你们得先听我讲一段故事。1983年，管宗祥主演了电影《包氏父子》，他在其中扮演老包。这部电影里有一场短短几分钟的戏，却是管宗祥一辈子难忘的记忆。5岁死了娘，是我把他养大的，我省吃俭用供他上学，
先生，我连一个小钱都舍不得花，你看看我这件棉袍穿了15年了，我可以不吃不穿呐，只要能让他念书。先生，我给你跪下了，先生，我给你跪下了。那我当时我就现在想起来就不敢过头了，可太苦，太痛苦了。而让管宗祥难忘的，除了剧情本身之外，更有拍摄这场戏时的一段不为人知的隐情。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，管宗祥从开拍前就一直在酝酿情绪。由于感情太过投入，等导演终于叫停的时候，他却感到身体出了问题。包围开除了，你还要钱？包围开除了，他还要钱？包围开除了，他还要钱？我到哪儿去弄钱？我到哪去弄钱去？就别说哪去，就感觉发泄，上下发泄也才好，不行，不通气了，难受，非常难受。那脸挺白的，呼吸都挺困难的，确实是挺恐怖的。你觉得他两三天都不能拍戏的？不是发烧，就是迷迷糊糊的，像驾云一样，难受极了。就想觉得四肢无力，软绵绵的，就想躺着。在包氏父子中，管宗祥是绝对的主角，主角病倒了，那就意味着整个的拍摄进度都要受到影响，这带给剧组的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。整个摄制组就没法拍戏呀、啊，当时，那当然紧张了，那一天都。就是公家要花多少钱，我们那是不是我们花钱，是国家花钱。另外你拍什么呀，你也没这个准备。还有一个知道他什么病啊，病几天啊。管宗祥难受的样子，全剧组里的人都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当时的管宗祥已经50多岁了，正是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，这一旦要是出了意外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导演说叫他好好休息，明天不拍戏，就这么跟他说。我说你们不要管了好不好，最好别跟我说话，我自己来治我的病好不好。我你告诉他明天可以拍戏。第二天剧组里的人果然发现管宗祥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前一天的状况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很多人都奇怪，没去医院，没吃药，他用了什么方法就把自己给治好了呢？你怎么治？我说我有点气功。管宗祥所说的气功究竟是什么内容，当时剧组里的所有人都不知道。时过境迁，20多年过去，管宗祥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秘密。原来那天在身边的人都走了之后，他是这么做的。这个手到这儿，换过来，这个手呢，这个手呢，它从这边，这个这是往外的，这个呢是往里的，揉了快这么一个小时，这揉完了，出了一点微汗，放了几个虚空，没吃饭打了几个嗝，感觉到，哎。有点气了，能说话了，我就化了。那一晚管宗祥就这样一直在按摩，反复揉了1个多小时，难受的感觉才最后缓解。而这个方法他在拍包氏父子之前就会了，到现在已经坚持了30多年。据他说，这就是让他80多岁还心肺功能较好的秘诀。一般的来讲，你练功的时候揉这么100下就不简单了。我平时在练的时候就200下、300下。啊，就这个方法真的有那么好的作用吗？要是那样也太简单了吧。只要你坚持，每天坚持，就你拍戏拍到5点你也坚持，夜里
健舞坚持十分钟就行了，一个礼拜练两个小时，一个礼拜不动没用。就那么简单的搓胸腹的动作，真的就有保健的功效吗？说包治百病啊，那的确是夸张了，但其实啊，还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拍电影的时候啊，管宗祥之所以会出现胸闷、气短、肚子胀等等这样一些症状，正是中医认为的情志治病，也就是说他当时的这个情绪变化导致了气血闭塞。而管宗祥的这持续一个小时的这个揉搓按摩啊，正好间接的起到了从外而内帮助气血的运行和疏通。即使没有出现像管宗祥那样的情况，您经常这么揉搓揉搓哈，它也能够起到行气活血、改善局部微循环的作用。而且啊，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，管宗祥的这个按摩呀，可不是随便揉肚子，他是这么做的。他是先把双手搓热了，然后啊，这个右手从右向左，沿着胸部按摩到腹部肚脐以下，然后啊再往上，像是画了一个圈，然后这个左手啊再去重复刚才的动作。这个按摩的范围啊是从前胸一直到小腹。那这个动作睡觉前和起床前管宗祥都要做一遍，每一次是200下。而且这个动作啊，他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一直坚持做，做了30多年了。由于正常的时间以来啊，每天都这么按摩，就促进了他腹部以及心肺部的血液循环，管宗祥的气血运行保持通畅，所以啊就远离了高血压等等那样一些常见的老年疾病，身体就显得非常好了。而采访中啊，这管宗祥的妻子于黛琴还告诉我们说，说管宗祥这几年啊甚至连感冒都很少得。真的是这么回事吗？他感冒很少，说今天发烧了躺下了，什么打针了打点滴，没有没有，这么多年没有。要说没大病还可以相信，要说连感冒都没得过，这话听起来多少有点夸张。而我们了解到，1980年管宗祥在峨眉山拍摄《神秘的大佛》时就感冒过，当时由于外景地气候潮湿，拍摄期间又恰逢雨季，很多人都病倒了。当时因为天气的问题吧，可能就是有点凉啊，什么又下着雨啊，很多人就身上哆嗦啊。我的演那个小和尚李延生，我的小徒弟感冒严重，他发烧了，他感冒回去第二天就不能拍戏了。年轻的演员都有点扛不住了，更何况当时已经50多岁的管宗祥呢。我回去呢特别难受，感觉到头晕，打气氛 BC。 看来管宗祥也是容易感冒的，不过第二天拍戏的时候，很多人的感冒还都没好，有的甚至更严重了，而他却跟没事人一样。演的戏也该收场了。你怎么没事啊？嗨，我说我吃药了。你吃什么药？我自己带的药。哎，给我一点。我说没问题。那天晚上管宗祥到底吃的什么药那么灵验，当时剧组里的人谁也不知道。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，管宗祥才透露了当年的秘密。庙里有专门伺候小和尚，问你们有没有姜啊，姜啊，四川产姜，拿两块来。我拿两块泡在这水里面，起码就烫25分钟，开始微汗出来了，最后大汗鼻涕，感冒伤寒都能好。不就是烫脚吗？难道这也算是秘诀？管宗祥还要当场给我们演示。他先往兑好水的脚盆里加了几片姜，然后在烫脚的过程中根据温度的变化不断往里蓄水，20多分钟之后再把脚擦干。我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，心想不过如此，没想到管宗祥说这才开了个头，接下来的这一招才是真正关键的环节呢。
烫脚治感冒，有那么回事吗？您别说哈、还真是有道理。有一句话就说，寒从足下起，病从脚下生。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哈、这个人的脚上啊有众多的穴位，跟全身其他的部分啊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当您用热水去泡脚的时候啊，就会刺激这些穴位，促进脚部乃至周身的血液循环，从而就会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。而这个血液循环加快了，就会让人出汗。那么这样不仅能够解除疲劳，而且啊还能够使体内的寒气随着汗液排出。而且啊，这个管宗祥啊还往里边加了几片姜。那么加了这几片姜之后啊，这种驱风散寒的功效啊就更强了。所以才有那么一句话嘛，说富人吃补药，穷人水烫脚。而管宗祥啊烫完了脚之后啊，他还要搓脚心呢，这就更有道理了。我们经常搓一搓这个脚心哈，它不仅能够促进末梢血液循环，而且啊对全身其他部位啊都有保健的作用。在感冒僵发未发的时候，用热水去烫烫脚，然后再搓一搓脚心，就能够驱散寒气，防病于未然了。所以管宗祥并不是有什么治疗感冒的良药，而是能够把这个感冒啊扼杀在萌芽之中。管老爷子还说了，说这搓脚心和搓肚子啊的确是简单了一点，所以啊要见效果，那还得再加上一个诀窍。管宗祥的搓脚心看起来简单，关键是要坚持，可这坚持是最难的。所以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，曾经多少都有些不理解。一起出去排戏，排戏完了回来大概都三四点了，我已经困得不行了，甚至睡了一觉了，他还在那儿烫脚。这样我才发现，后来连我儿子管虎都说了，他这个烫脚的习惯一般的人做不到，确实做不到。他平常也不怎么讲究卫生，不是那么干干净净的很讲究的人，天天晚上烫脚，有些人呢嗨毛病就这个。要说管宗祥的坚持，那可真是到了极致。不管在干什么，只要到了时间，那就得烫脚搓脚心。这一点您能做到吗？当时呢我们都是拍戏，拍戏的时候都比较兴奋，兴奋完了以后就愿意回去一块儿喝点酒玩，我们就到他房间去了，就拿着酒拿着菜，我们就看见他在那儿脚丫子在盆里，手里就手就不停的在这儿，哎，这转着圈的揉，这么揉那么揉，揉揉揉又搓，搓完了又揉，一会儿脚背丫子拿上来了，我们就在那一边摆着酒，一边摆着菜，就说，哎呦，咱们一块儿喝点酒，瞧你这样，让我们怎么喝呀、你这是不是？不管别人怎么说，管宗祥烫脚搓脚心的习惯，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。几十年的烫脚让他有了不一样的收获。在我们这院里差不多像他这个年龄段的腿都不好了，可是他现在走路应该说是不说健步如飞吧，反正是一般挺快的。所以搓胸腹搓脚心，很多人试过之后都说没什么效果，管宗祥总是会告诉对方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掌握其中的诀窍。从我心昨天找我，哎，你怎么能告诉我？我说你坚持不了，告诉你，你坚持准，绝对坚持不了。我很佩服我自己，真的，这点儿，因为我怕死啊，这是重要的，我坚持。82岁的管宗祥就是靠这个搓，再加上30年的坚持，保持了一个好身体，到现在啊还健步如飞的。看来要远离病痛，不仅要找到好的方法，还能够坚持，这样才行。俗话说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对于这个病痛的治疗啊，不仅要有信心，还要有耐心。
你比如说南京的这位林小姐，她要不是把一种传统疗法坚持用了好几个月，又如何赶得走那种特殊的疼痛呢？她多汗，她头痛，她怕冷，她失眠，她被黄斑困扰，她为痛经苦恼，她腰腿疼痛，她频繁感冒，没有气滞病变，只因身体亏虚。膏方补虚扶弱，帮助您强身健体。中华医药系列特别节目《健康身体有高招》，敬请收看。25岁的林小姐是南京一家企业的白领，时尚靓丽，无忧无虑。可是在这阳光灿烂的背后，她却有一个羞于启齿的老问题。就是反正觉得浑身没有力气吧，腰也跟断了一次的，然后肚子里面呢有一股凉气往上窜，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还会浑身发抖，冷得发抖，然后就是满头就是冒了冷汗。说林小姐的痛苦是个老问题，可是一点都不假，因为这个问题从林小姐上中学的时候起就已经有了。在家的时候呢，妈妈会帮我煮点红汤水来就是缓解一下疼痛，然后上课的时候因为大学嘛，就是说考勤也不是太严格，有时候会向班长啊请个假，所以那天可以不要去上课，在宿舍躺一天，抱热水袋然后给自己取取奶，如果特别疼的话会吃一点止疼片来解疼的。伴随着这种痛苦，林小姐读完了中学，又念完了大学，并且研究生也顺利毕业了。原以为工作以后这个难题能迎刃而解，但是林小姐没想到工作了之后这种痛苦反而更加厉害了。因为这么一累嘛，所以他疼痛会更厉害更明显，觉得好像就有点像那种针刺的疼了，比以前还要更严重。我们一看就看出来了，只要他每个月平时的时候活蹦乱跳的，然后拉着我们出去逛街啊玩啊什么的，然后但一到那几天一来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我们就说他跟小温鸡一样待在家里了。是例假前两三天开始疼，后来因为疼的次数越来越多，现在觉得就是例假前三四天四五天开始疼了。原来林小姐从上中学的时候起就开始痛经，这一疼就是10多年，热水袋、红糖水、止疼药，尽管有很多对付的方法，但疼痛还是每次都来烦她。这种疼觉得自己好像就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然后肚子里面嘛坠坠的，然后往厕所跑，然后每次就是例假出来那个就是经血量会比较多，而且还会有血块出来，颜色也比较暗。每当痛苦到来的时候，林小姐最盼望的就是可以待在家里躺在床上。周末毕竟不要上班嘛，然后就是自己疼的话反正躺在被窝，睡在被窝里面抱个热水袋，但是这个疼反正也是让我就是睡也睡不着，然后就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，然后就盼着时间快点过去，这反正就这几天赶紧过去，盼着新天的到来。每个月的例假不仅给林小姐带去了难以承受的痛苦，还让她的精神倍感压力。因为疼特别厉害嘛，所以说我现在是每个月在来之前都会特别紧张，不知道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。这种疼痛已经对他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、情绪压力，对他的工作和生活会带来非常大的一种危害。张小苏，
南京市中医院妇科的主任医师。2007年12月，他接待了林小姐，在给林小姐把了脉、做了相关的检查之后，张医生告诉林小姐，她的痛经非常危险。比如说结婚以后的性生活，她会因为惧怕，这个痛经的发作或者是异常的刺激，会导致夫妻生活的不协调啊。那么，因为她的这个长期反复的发作，也会对她的这种生理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，对妊娠啊、生产啊都会有一定的危害。痛经会有这么严重的危害，这可是林小姐始料未及的。那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种危害吗？张医生先给林小姐开了半个月的中药汤剂。我们这个膏方的目的呢，就是以调节气血为主，然后加一些散寒暖宫的、补气血的。想吃到2周左右吧。现在吃过以后，这次例假来的时候嘛，觉得虽然也疼，但是感觉好像比以前要稍微好一点了，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样子，就是已经至少我现在就是疼的时候喝点热水啊，或者稍微吃点止疼片还能缓解一点。汤药有了效果，但问题也接踵而来了。然后有时候因为就是早上有时候会时间来不及，往往会忘了喝这一顿，然后到带到公司去吧，有时候都跟中午跟午饭在一起喝了。喝了以后呢，因为这个胃就是味觉比较苦，喝了这个汤药以后中饭又不想吃，感觉就是不大方便吧。痛经是很多女性都曾经或者是正在经历着的一种苦恼。前不久啊，某家媒体做过这样一项调查，结果显示在14岁到25岁的年轻女性当中，高达88%的人都有痛经、经期不准、腹胀、腰疼等等这样一些问题，可见这个问题是非常普遍的。很多人啊也都知道这个中医中药对解决痛经啊有不少的办法，但是对于喝汤药，大家呀又确实觉得比较麻烦，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接受起来就比较困难了。且不说它口感有多苦，光这个煎药啊就挺费时间的，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自己煎药啊？那就算是医院代煎的中药，还得早上一包晚上一包的加热。所以啊，这林小姐虽然吃汤药已经有一些见效了，但是她确实觉得十分不便。可是不喝汤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张医生说了，说还真是有别的方法，而且啊更合适。那是什么呢？张医生还把这个办法的家庭制作版本推荐给了林小姐。那这样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张医生说的这个办法需要准备以下这几种原料：香附20克，艾叶10克，黄芪60克，当归100克，益母草80克，玄胡100克，熟地100克，红枣80克，生姜20克，红糖500克，您别看这个简易版的方法依然用的是中药，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其实这都是和引起林小姐痛经的原因密切相关的。根据这个林小姐的这个年龄、从事的职业、这个身体状况来讲，我们中医辨证啊，认为她还是以气虚为本，由于她体内的气虚而导致的寒凝、血瘀、气滞的一个状态。那么中医讲气血流通不畅了，不通而痛，而引发了她的这个痛经。中医有句话哈，叫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很多时候啊，这个疼痛啊是由于血脉不畅所造成的，而常见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血瘀。
那张医生认为啊，这个林小姐的痛经就属于寒凝血瘀气滞的状态，但是这个血本应该是流通的呀，它为什么会瘀呢？其实啊，这跟气啊有很大的关系。中医认为哈，说这个身体健康水平最重要的四个方面分别是阴阳气血。那其中的这个气啊，其实并不是咱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个呼吸的气，而是指能够使人体器官发挥机能的能量和动力。您比如说血液在身体里边流淌，中医认为啊，这就是体内的气推动的结果。所谓血为气母，气为血帅，那一旦这个气的推动力不足了，就是医生说的哈，说气虚了，这个血呀就会运行不畅，就会出现血瘀，出现血瘀就会产生疼痛，这就是女性痛经最常见的原因之一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如果要是再有寒邪入侵的话，那就更会加重血液瘀阻，加重这个疼痛了。所以啊，要解决林小姐痛经的问题，首先就是要给她补气，加强这个动力，同时啊还要活血疏通淤积。张医生说，像林小姐这样痛经十几年的人啊，可不是一味两味药就能够解决问题的，最好要用一些有针对性的材料，采取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。黄芪、当归和熟地作为益气养血，作为一个扶正补气养血一个基本方，然后呢再加有益母草是活血化瘀的，另外呢再配合有香附和玄胡是行气调肝止痛的这一块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艾叶，艾叶作为暖宫止痛的一个药。辅料呢我们给它加了一些大枣、生姜和红糖，这样呢君臣佐使一共同配合以后呢，起到一个益气固本，再起到一个理气止痛和这个暖宫活血。这个特殊的方法是这么操作的，首先要把香附、艾叶、黄芪、当归、益母草、玄胡、熟地、红枣还有生姜都放进一个大砂锅里浸泡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之后，砂锅里再加入一定量的水，水量是手指尖触到药面之后在指节的这个位置。水加好了之后，先用大火烧开，然后再改用小火煎煮一个半小时，然后沥出汤汁，这是第一碗汤药。接下来再重复上面的做法，煎出第二碗汤药、第三碗汤药，把这三碗药汤放在一旁静置30分钟，让药渣沉淀一下。熬了三碗汤药了，但并不是让您喝的，因为那样啊就不能说是特殊方法了。接下来的做法啊才是最关键的，不过我们可以趁这个汤药沉淀的时候哈，咱们还得再说说这个痛经。痛经啊分为两种，一种啊是像林小姐这样的原发性痛经，往往是气虚导致的寒凝血瘀气滞。那还有一种啊则是继发性痛经，这个呀往往是由于某些器官的病变所引起的，你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是盆腔炎等等。而单纯从症状上往往是很难区分这两种痛经的，
所以啊，有一些女性在忍受每月一次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啊，就会忽视了，其实啊，这有可能是身体病变的一个警示，这样的话也就容易错过治病的最佳时期了。所以啊，女性朋友，如果要是您有这方面的麻烦的话，建议您啊，先去医院做一个妇科检查，确定一下自己的痛经究竟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，然后再选择治疗的方式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汤药沉淀的差不多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去看一看接下来要怎么做。药汤沉淀了30分钟之后，把三碗药汤都倒进一个干净的砂锅里，先用大火烧开，等到药汤里的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，药汁儿浓缩成这样之后，换成小锅继续煎煮，等到药汁中有大泡冒出来的时候，再加入红糖。哎，您可要注意了，这里加红糖那可是有讲究的。红糖从它本身的性格来讲，还是属于偏温一点，温中下焦的，可以缓解这种寒凝血瘀的这种状况，所以我们选择的是红糖，而没有用其他的高方的像蜂蜜之类的，我们就用的红糖。加入红糖之后，一定要不停地搅拌，否则就会粘锅了。等到锅里的药汁儿可以像这样，能沿着木铲的边缘，在木铲上挂齐的时候，制作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把它装进这样的瓷瓶里，这是7天的量，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汤勺。您别看它黑乎乎的不太起眼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调经止痛膏，和当时林小姐从张医生那儿拿回家的药一样，都属于中药的传统剂型膏方。虽然貌不惊人，但是吃起来可和林小姐过去吃过的中药不太一样。这第一口啊，第一口也有点像苦咖啡的感觉，觉得那种苦苦的带一丝丝甜，然后特别刚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时候，还有一点凉凉的感觉，有点像冰淇淋的感觉。3个月过去了，林小姐把一罐膏方吃完，她才真正感觉到了这个像冰淇淋一样的东西它的神奇之处。基本上这个冬天吧，我在服用膏方，服了以后现在明显觉得就是每个月例假来的时候，也明显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疼了，感觉好像人都精神，同事也说我哈，人也变得精神多了，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。尽管膏方的效果林小姐已经感受到了，但她还是有一个疑问，这个药为什么要吃3个月，能不能省点事儿呢？因为林小姐的痛经啊，它是一个周期性的，每个月都要发作的，临床治疗的时候呢需要3个月一个疗程，一般来讲要1到2个疗程，这样呢就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来调理她这样一个疾病。为什么张医生说林小姐的问题要用3到6个月才能够解决呢？前面我们说过了哈，说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林小姐要摆脱10几年的痛苦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。按照张医生的分析，林小姐的痛经啊，主要是因为她的气虚，而她的气虚呢，既有先天禀赋不足的原因，也有后天生活习惯的问题。所以啊，对于这种情况，首先就是要调理她的体质，只有体质调理好了之后，这个血液啊才能够依靠体内自主产生的气来推动，而不是依靠外界的药物。而调理体质最好的方式啊，那就是膏方了。因为膏方啊，在调理方面有3个特点，一个是高效，再一个是缓补，还有就是持续。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高效哈，所有的这个药材在经过了反复的煎煮浓缩之后啊，1勺
膏方的药效就相当于一袋汤药，所以啊，它的吸收容易，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。这第二个特点啊是缓补，这个膏方啊通过药效的缓慢释放来调理脏腑的平衡，调理阴阳气血的平衡。这第三个特点啊是持续，您看每天服用一勺膏方，这个药物啊通过肠道的吸收连续不断的发挥作用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张医生所说的，说这个林小姐适合膏方的第一个理由啊调。那么这第二个理由啊是便，方便的便，每天早上只需要盛出来一勺，不用加热也不用煮开，放进嘴里就能吃。这对于像林小姐这样的快节奏的人来说，那真的是非常方便了。膏方有这么多的优点，那么这个疗效到底怎么样呢？话说林小姐，张小苏医生的膏方她连续吃了四个月，没想到症状竟然得到了大大的缓解。第四个月来的时候呢，感觉明显比以前好多了，就是像以前的什么浑身发冷啊，还有恶心呕吐啊，这种症状都没有了。然后疼痛嘛，稍微是有一点，但是完全是可以忍受的，并不影响平常的生活呀、工作。不过这个膏方虽好，张小苏医生却说有一类女性朋友是不能食用它的。像林小姐的这个方子啊，主要是偏于气虚寒凝血瘀型的。那么还有一些临床上见的一些痛经病人啊，他表现为这个疼痛、巨按、舌质比较红、口干，平时呢会表现为白带量多、颜色偏黄、大便也是闭结的。像这样的一些痛经病人就不适合吃林小姐的这张方子了。除了上面的这种情况之外哈，这道家庭自制膏方到了经期也是不能吃的。那是因为啊，到了经期的时候，这个人体的气血的运行状况啊不同于平常，那么这个时候服用膏方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月经，甚至可能引起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，所以这一点啊您要特别注意。另外啊，就是慢性支气管炎、心脏病等等这样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，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也不要服用膏方。而且在服用的这个过程中哈，您最好不要吃油腻辛辣的食物，要少吃海鲜，不喝浓茶咖啡等等这样一些刺激性的饮品，以免影响了膏方的吸收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这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，下周见。